芒果牛油果雞肉沙律，聽到都興奮啊！這個沙律可以作頭盤和正餐，味道豐富，色彩繽紛，值得一試啊！又有芒果的酸甜味，再加青瓜的爽脆味，又有車厘茄烤雞肉，好正啊！首先把雞髀清洗，然後抹乾，又加入兩茶匙海鹽調味，再加入迷迭香一茶匙、辣椒粉一茶匙，把所有調味料雞肉撈勻。醃製雞肉2至4小時雪藏，3小時後把雞肉拿出來放上烤盤，擺落焗爐焗250度45分鐘。哇，咁快又45分鐘啦，把雞肉拿出來放涼，然後把雞肉去骨，準備備用。一齊嚟睇下材料先。紅洋葱一個，車厘茄一碗，牛油果2個，芒果2個，青瓜一個，2棵羅馬西生菜，如果沒有羅馬西生菜，普通西生菜都可以的。烤雞肉、杏仁片、蒜米、調味料有蜜糖、鹽、橄欖油、黑胡椒粒、蘋果醋、芫茜、把洋葱切塊，把羅馬生菜切塊，話明係沙律，梗係好多嘢切啦。把生菜放进大碗里，把芫茜切块，把车厘茄切半，把洋葱和芫茜放进羅馬生菜上面，把芒果又切塊，青瓜又切塊，
牛油果都是切块。把烤鸡肉和杏仁片放进罗马生菜上面，把蒜米切粒，切粒的蒜米压碎，放进玻璃樽里面，玻璃樽里有三汤匙橄榄油，又加入四汤匙苹果醋，又加入压碎的黑胡椒粒少许，盐少许，又加入两汤匙蜜糖，把玻璃樽盖盖上，把所有调味料捞匀，捞匀后把所有调味料放进沙律上面，又捞匀所有沙律的材料，我们准备开大餐啦！你看几丰富的沙律，芒果牛油果烤鸡沙律大功告成啦！我们下一条片再见啦！疫情底下保重身体啊！拜拜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. See you again in our next video. Meanwhile, take care and stay safe. Bye bye.